盘点明星节目录制中的突发事件。在某档节目中，宋小宝因麦克包别在腰上不慎摔落。我打他了，老爸！这次意外差点造成终生瘫痪。孙耀琪在参加某综艺时，为帮队友，意外发生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怎么了？大姐，大姐你别动！向佐在一次发布会中遭到拳王怒扇耳光。好，各位，拳王争霸赛，哇！哎，太暴力了！余则仁和黄明昊在打闹时不慎扭伤。哇！我的脚没有踩到泡沫上，我直接踩到地上了，我好疼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掉地上，掉地板上。哇！怎么样？疼。不过背后的原因很暖心。快落地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脚如果就那样子落地的话，会直接踩到加斯顿的身上嘛，肋骨。然后我当时赶紧把脚就是垫了一下。谢娜在录制节目时脚没站稳，从时间摔下。哎呀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是谢娜。啊，谢娜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，这肯定错到了，肯定要。这个台阶太窄了。啊啊！是你的骨折吗？屁股蹲了下，往下面蹲。单伤依然完成了录制。医生有没有办法拿一个冰给我？不要担架，不要担架！我跟你说，别人看的不好，不要担架，不要担架来，我就这样下，没事儿。